夏季感染属实验协商体内，在秋季外感风寒发作，寒热表现浓烈及多在午后夜晚发热，并感觉胸腹满胀，心烦口渴，神情疲倦，浑身无力，对于天明时发汗和症状缓解，第二天重复发作，多发生在夏秋交际，北方多见。我们推荐一个治疗腐鼠的小偏方，人参十克，当归十克，连翘八克，金银花八克，黄连六克，栀子十克，藿香十克，炒豆蔻十五克，赤芍十克，丹皮八克，马齿苋十五克，羌活十五克，黄蜂十克，生姜三片，大枣十枚，煎汤内服，日一剂，两次服。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，敬请关注九泉小针略。